哎，佛光的观众菩萨，大家平安吉祥。今天的话说师父哈、哦，有两段视频啊，要提供给各位啊、哦。那第一段呢是人间福报制作的啊，我是没有看这个规律性是几天会出，是每天吗？还是一个星期几次吗？因为我觉得次数也是蛮频繁的哦。那总是很好的。对于这个药师法门啊，引用大师的著作哦，然后把师父在介绍药师法门的重点非常精华的，就那五分钟全部都网络在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好哦。当然了，各位今天一看就知道说，其实药师佛的圣诞在昨天呢、啊、刚过哦。那我只是觉得说，一来有这么好的资料啊，二来呢。其实是道普法师寄给我的啊，就是用这个封面哦，道普法师画的哦，然后他绘制的这个就图，然后把师父的向药师如来祈愿文，他把它把它结合在一起啊，非常的很庄严啊，又很摄受人心啊，就是你会跟着一起啊，或者被药师如来的。这个十二大愿、啊、所感动、也会非常的感谢药师如来为我们发这十二大愿、哦、可以讲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有时候我在想、诸佛菩萨好像老师啊，为了我们这些学生、哦、也真的是煞费苦心、要创造最好的环境、最优渥的条件、最让我们 心生欢喜、要如何如何啊，都是这样子哦，所以这两份呢，一份是人间福报制作的这个短视频，然后一份呢是就是会先给大家看人间福报的，之后呢就认识这个法门然后后面呢就是接着大师的祈愿文，而且是师父亲自朗读的读祈愿文齁、哦、我实在讲。我们都在读嘛，法会后很多我们大师弟子都在读，但实在说哈、哦，各位听哦，大师在读的时候，我每一次听，每一次都觉得师父是那种，那种发自深深的内心的发自内心的那种，出来的那个那种很。不晓得怎么样去形容师父的那种声音之中的他对待一切众生的平等那一种怎么讲，把我们好像含容进来的那种感觉，我形容不出来，但只有你听大师在念的时候，你去感受他跟一般我们人口念这样不太一样。我觉得是心，我们当然也用心念，还是功力不同的关系吧总是请各位真的要合掌虔诚恭敬的聆听哦。那当然在进入这两段分享，这都是大师或者他朗读的大师自己写的祈愿文，或者人间福报把大师讲说药师法门把它很好的制作，加上一些我们分别院的一些法会的情况都很庄严很好那在这之前，我想有一段话呢，这个还是跟道普法师有点关系就是道普法师记了这个他的绘制的这些短视频啊，或者这插图啊寄给我，用 LINE 过来那我就想说，哎呀，我都忘记他叫普行者我一直在找道普法师这找不到我后来把他名字都更正下来，就以后方便找寻。他有很多原来他的就像我们跟道普法师加入这个 LINE 的好友，他的那个他个人的那个什么分享的那个资料里头，他做了好多这些作品。那我就因为好久没有点进去看看一看，诶，其中他原来有分享过一段呢，谭盾老师的这个他在制作这个敦煌的整个的这种结合欧洲这个音乐家这个演唱家他们的这一些那拍了一个大概将近一小时的一个影片真的很感人呢那虽然在影片中并没有把整个的表演曲把它就播放出来，如果要播放那时间就不
就不止这样子啦，这拍摄的那个过程，那个用心啊，那个你到实地上去带着这些欧洲的这些音乐家，然后去实地上认识他们接触感受，然后再演绎出来的，那当然就不一样了哦。那后来呢是因为我跟知音法师一起看的时候，就哇真的是很感动哦。到最后哦，虽然我们没有听全部的整个的这个音乐的表演哦，他到最后的时候真的那个泪水会泛在眼眶里，这样哦，感动啊。那所以知音法师就说，哎呀，这个到哪里去听啊？他找了一下，竟然找到几段文字哦，是南方人物周刊里头写的一段描述我就觉得，哎呀，原来谭盾老师的创作还跟我们师父有关呢。我念给大家听哦。2020年8月，我到访敦煌莫高窟，六篇中九色鹿是当时唯一观摩过的壁画。1981年，上海美术制片厂还将这个故事改编成动画，通过对唱和合唱的声乐表达，交响音效的现场叠加，谭盾创作的九色鹿充满了戏剧张力和表现力。记忆中壁画上栩栩如生的形象浮现，音画得到了很好的统一。不得不说，合唱在这部音乐剧作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千手千眼中引星云大师的祈愿文与古乐齐鸣，还是禅园中齐声低吟的男声还原出寺庙僧侣诵文祭诵的景象，合唱团的表现都十分出色。在慈悲颂中，谭盾回归到传统音乐的创作，敦煌的音乐是表现众生的音乐。在星云大师的指点下，谭盾从普罗大众的角度出发，用容易引起共鸣的合唱和交响写法进行创作，贴近大众的欣赏习惯。六个故事一个接着一个，节奏紧凑，一气呵成啊！这个当然只是截录其中的一小段跟我们师父有关的描述哦。啊，我就在想说，师父也是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人。师父都说他的这个音感不好啊，五音不全，但师父读祈愿文，师父诵经啊，是很摄受人啊，包含。说师父说他这个没有这个音感，可是都可以对这么谭盾老师是这个中国应该是举世也是著名的音乐家哦，指挥家哦，那也是受师父的这启发，然后去进行有关敦煌的这些乐曲的这些创作所以这是很奇妙。师父说他不懂音律的人哦，但是其实是可以把整个这种信仰的，或者是说在这个中国佛学文学上的这一些去做一些阐述，给人一些启发哦。所以这个是顺便看到因为谈到师父是像观音菩萨的祈愿文这部分都是影响着谭盾老师的创作如果各位有看过的话要再去欣赏，那很感人的那或者呢，我们也可以做第一个呢就做这个人间福报，各位最好是自己订阅我都觉得哇，真的人间福报好用心除了是每天要出版的这个报纸这个在现在报纸上很不容易现在也有电子版的，现在还有这个浓缩版的就 YouTube 上的视频，你订阅那个 YouTube 上的视频，学习很多的那另外呢，把道普法师分享给我们的那个谭盾老师那个采访那一段我觉得很值得推荐在我们这个连结上都可以提供给大家。那现在当然呢，还是要请大家准备好进入由人间福报提供的大师讲述的药师经药师法门，那之后就大师亲自朗诵的向药师如来祈愿文，我们现在一起来聆听，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农历9月29是药师佛圣诞，药师佛又称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如来、大医王佛、十二愿王，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
药师佛在因地修行时发十二大愿，愿成佛时令诸众生病苦悉除，身心安乐，速证菩提，也因此行愿成就了琉璃光净土。为了纪念药师佛圣诞，寺院多会举办药师现灯祈福法会，其见燃灯功德照破无明暗，护佑人民安乐幸福，社会和谐，世界和平。药师佛琉璃净土的景况，佛光山开山星云大师概分四点：是民生丰富的世界，是社会净化的世界，是政治清明的世界，是身心康乐的世界，从而确定药师佛净土与人间佛教人间净土的理想相近。同样重视社会人生的福利，重视健康、环保、生态、人我关系，因此说药师佛是人间的保护者。药师法门求的是现身的福乐，例如身体健康、眷属和谐、家庭安乐、事业顺利等等。大师提倡人间佛教，认为求现世安乐的药师法门最能符合当今人类的需要。药师法门的修持方法为何？大师提到四点：一、一心称名，念到念而不念，不念而念，念念不离其心，自然就会得到药师如来的愿力加持。二、点灯供养，千古暗示一灯即明，借着点亮外在的灯火来引燃心灯。三、挂幡庄严，床幡乃佛教法会中的庄严具之一，如能时时在心中挂起佛法的床幡，就能降魔除恶，消灾延寿。四、持念咒语，持咒到了身心不二、物我一如的地步，就能远离颠倒妄想，得到感应。大师还特别提到，药师经记载，如果有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念药师佛名也可以往生西方。许多信众礼拜药师佛有不少感应。星云大师也曾分享清朝玉林国师的故事。清朝有名的玉林国师相貌堂堂，但他的前世其貌不扬，脸长麻子，头身赖疮，嘴歪齿漏，眼凹鼻塌，一副食不全的长相。虽写有一手好字，又贵为书记师职位，却常为自己的丑陋而自卑难过，甚至一度想自杀。住持和尚开导他，人长得美或丑都是前生业力所招感的，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多多礼拜药师琉璃光如来，以香花灯烛供佛，就能求得相好圆满的庄严面容。食不全的书记师接受住持和尚的指示，从此日夜点灯虔诚礼拜药师如来，果然求得面如秋月、身似琉璃的庄严法相。许多人读诵佛经，常会疑惑药师佛究竟有几尊。在汉传佛教曾出现五亿本的药师经，他们所依据的都是同一部原始经文，其中一个版本现已失传。现存的四个版本中，最为人熟知的分别是玄奘大师所译《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和义净大师所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玄奘大师的版本只提到药师琉璃光如来，义净大师所译的版本提到药师七佛。药师七佛分别是无胜世界的善名称吉祥王如来，妙宝世界的宝月智严光阴自在王如来，圆满相机世界的金色宝光妙行成就如来，无忧世界的无忧最胜吉祥如来，法床世界的法海雷音如来，善住宝海世界的法海盛会游戏神通如来，净琉璃世界的药师琉璃光如来。其实不论药师佛有几尊，应该重视的是药师佛的慈悲济世精神。药师佛法门的殊胜，主要来自于药师佛所发下的十二个大愿，愿愿都是针对现实人间的缺陷所积极创造的一个理想世界，所以普为婆娑世界的众生所心求信仰。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如下：新逢药师佛圣诞，我们参加法会念药师佛、拜药师佛，更要发愿做药师佛，发扬药师佛拔除病苦的精神，做众生的大医王。人间福报专题报道。向药师如来祈愿文：
慈悲伟大的药师如来，请你垂听我的报告。今天世界上的苦难实在是太多了，政治紧急的动荡，地水火风的灾变，往往是人们在瞬息之间失去了所有的一切。那四大不调、臣民变态的痛苦，即使英雄好汉也神隐难安。那坦诚于此、烦恼重生的一海，犹如波涛的汹涌里翻滚不停。慈悲伟大的药师如来，我敬你虔诚地承认你的名号，礼敬你的锦容，不只是祈求你能加庇我个人，更希望众生都能得到你的庇护。在这个无作恶世里，天灾人祸是共业所感召，在这个娑婆畏途中，身心疾苦是烦恼所造成。如果要彻底地消除灾难，先得消除自己的罪业；如果要建立琉璃净土，先得净化自己的身心。所以我要祈求药师如来你消除我们的贪嗔嗔恨，消除我们的无明斗争。我们愿将所有的善根功德回向发泄一切众生，更祈求你以神力加庇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也犯如是清净的本愿。第一愿，愿所有的众生平等自在；第二愿，愿所作事业利益大众；第三愿，愿惊慌恐怖从此远离；第四愿，愿一切有情安住菩提；第五愿，愿天灾人祸消失无形；第六愿，愿残缺众生复见正常；第七愿，愿病苦众生恢复健康；第八愿，愿人际关系各统调和；第九愿，愿邪见众生改邪归正；第十愿，愿受愿求者平凡圆缺；第十一愿，愿社会大众丰衣足食；第十二愿，愿所有众生包容尊重。祈求你施舍大慈大悲，让我们的人间也能建设琉璃净土。慈悲伟大的药师如来，请求你接受我至诚的祈愿，请求你接受我至诚的祈愿。